疯狗在写，我刚想说不写答案了，你听不出来吗？你卖 gay 哦，我瞎了。空格的音乐造纸很好，哎、欸，仓颉造造字嘛，空格造纸。大家好，我是江先生。今天呢，来到史上最含金量、最最最高的猜歌，为什么？因为我邀请到了弯声乐团以及一位非常重量级的嘉宾来参与这个猜歌。我上一次呢跟弯声乐团呢合作那个开机音乐会，觉得实在是太好玩了。然后他们今年一整年还有非常多的音乐会，也都是非常精彩的。然后今天猜歌的题目就要从他们这十场音乐会当中选出来。想到猜歌，我一定会赢的。不管今天嘉宾是谁，他都不可能会赢我的。那我们现在就来去找弯声乐团，还有李哲毅老师，还有这位神秘的嘉宾到底是谁啦 ？Go。来搞这个 classic world， 是的，我要看历史 clas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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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那看起来，哈，那今日破价过来就欢迎咱的这个重量级来宾，哲毅老师，我是大家破价，那无尖叫声，有扩音了，无啊，我有插着麦克风啊，你那边我边啊，我汹涌啊。啊、今天是变哪啦？今天是变哪？小蛋，要一个你讲，你讲。我想，我要自我介绍。哎、欸，你做够 Q 呢？老艺人无讲哦。这个 tempo 你用抓了做按呢？我是一个 classic world 古典音乐界的蔡依林。今天节目到这为止。我未讲完。啊，今天伊一个真重大任务啦吼，听讲姜老师这个 classic 啊，讲作用足厉害，但是对着我本人的算讲，在台湾来演讲，我是一个文学家、音乐家、迄、那个创作家、编剧家、戏剧家，啊，不要讲台家。所以今天咱两个要接受李老师的挑战。嗯，无错。是安那创？安那创？我的吼拣十条歌，嗯，啊，互恁来演讲爱啥物歌，但是我当然袂对头到尾拢啊演好了。好，第一届哈嘛哈难，可能对你条我高中第一届，你第几届？咱差十几届啦。我们来听到啊！我倒个手机。你倒什么？戴耳机啊，啊听手机。你讲歌唱节目？你唱你唱，你唱大声！我来唱平常耳塞啊。我连你最高音噶，克拉西克也好啊，这个 modern 的也好，还是连 jazz。结束。可以话咧，来又是咧。今日是有奖品的，你知无？那可能。有赢的人吼，会使安那，你知无？安那。你是安那？一查个查甫问查甫讲是安那。我这回当安那。会嗨会嗨。好啦，来。OK 啊，我生两个啊，看不出来。演出不看出来。我们赢的人呢，就可以演用竖琴这个角色，然后跟乐团一起演奏一首曲子。我们弹竖琴，但是我们当竖琴给老师弹，你可以选啊。你知道老师弹你啊？你什么名啊？江老师啦，你哪会乱呢？有人名叫老师哎、欸，老师不是一般拢姓林。林。哎、欸。啊，来，老师要开始哦。来，今天去第一第。阿妈听有无？无。紧嘞，答案写出来。不要听，听无，不要紧，你凊彩写。你唱较低我耳朵。来，伊就碰个先出示答案好啦。这条啥？贝多芬二号交响曲。那是啥物？你有没毛病？哎，伊超强，你有叫嘞？有，但是你有答对东西就恐怖哎。你有答对前三个字，感觉像恋爱的这个脸。啊、你一定加起来都要写完整答案。对啦，那我们加起来完整答案，这题算你对了。你叫做贝多芬给爱丽丝。哎呀！
给爱丽丝啊。混色圈啦，哒啦哩啦哩啦啦啦哩啦哒哩哒。有啊有有。哒啦半音咩？哒啦啦啦哩啦哩啦啦。哦，半音我都知。哒哩哩啦哩啦哩啦啦啦啦啦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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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哩哩哩哩哩哩哩啦。啊，就大家关落咪等着我。啊，来来来，回收等这边啊。哎，大家垃圾等这边啊。哦，麦克听恁唱嘛。我用 A 的，好听好听。哦，来演一下，让那个观众朋友听。啊，这这这，这条吼，这条。你也要弹钢琴吗？没有。你的手是？是对的。嘿。什么叫做 musician？ 空格什么会啷个样弹？嘿。尤其是这种弹上厉害。好弹。哈哈哈！来。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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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重点是呢，第二题，第二题来，来第二题哦，是打考。疯狗在写，我刚想说，不写答案你听不出来吗？你卖 gay 哦，我写好啊。碰格的音乐造字很好，哎，仓颉造造字嘛，碰格造字。你有答案了、啊，碰哥来，请。娃娃过度，敢是嘛？不是啊，你哥，你哥白。唔对啦，但是，但是我要安怎？你要跟他讲什么？别个长辈你就安尼做。掉头前去两字，拢无掉。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我不会信。七零年代的老歌呢，那不是你的年代吗？你哪会袂晓？你家己袂晓，你一定袂忘。你影响我的思绪。哒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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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哦日本啦，你笨瓜啦！日本的王杰，日本毛杰的王杰，我认不了。哦，欧尚罗杰，王杰，你怎样？你写 Jack Wang Jack， 卖多拖时间啊，不要就不要。无答案对不？无。哎，张斌，你嘛不要。我 N 五的音你就知影。我前面并没有演奏小人美人鱼的 A 段啊，可是因为万圣乐团的每次编曲就是很复杂啊，我很想说会不会搞一些什么花样。没有啊，我们完全没有花样。所以他是为了等我吗？对，没错，碰哥答对了。你该注意了，我这么是领先。
我拄则是让你呢。欸、我又会跳，你甲看嘛。你零点五是互你跳着啊？对，我第三首，温好，哦，第三首就好啊。反差很大，我先提示。什么到第三题有一点感觉，碰个音乐造纸比你高嘞。音乐造纸不可能，我找到这个来宾不可能比我厉害吧？不是，一个了解音乐的人，尽早就是要听这条歌叫什么名。我唔呐公布答案，我阁把原唱者写出来。这样。咖喱蓝调调原唱姜蕙甘时。不是啊，你是，你讲什么原唱？啊，来，不是，不是，不是，来，有啊，有啊，迄三字尔。哎呦，哎呦，很棒！哎呦，啊，迄个完全无变，吼、哦，完全是无变，无唔对。对，来，我公布啊、哦，哎，来，啥？哇，正确答案！宋干呢？哎呀，我听过这条歌。来，这条歌最好听啊，你来听。对对对，来。提词机，你嚣张没有落魄酒啦？哎、欸，第二摆无落着，哎、欸，熬一条，熬一条。你看这哲毅老师心机偌大，也调你变早，一下音调你变，啊，两步合一，你照搞你讲啊，你照搞你讲啊，你变早你。我怎么听一中一条音？中间的哪一个音？有一个脉络，因它可能有上下三步在走，这是前奏吗？一定有脉络。当然不是前奏，一定来得。而且这是副歌。咱无法度啊，这条。好，不要紧。第二个提示。碰哥，你也约不出来，恁朋友会给你抬，叫恁朋友的歌。恁朋友会给我抬。你是朋友吗？还是你没朋友？我今晚都没朋友了。无法度吼，无法度。我们破例给你第三个提示。好，这也搁听无，我无法度啊。弄掉。哎。我不会写的，他会弹钢琴啊，我也会啊，他钢琴弹得很厉害啊。你标准这样都不好懂。黄韵玲吗？哎，中！你这样也可以猜中。黄韵玲老师的第一张专辑啊，同名专辑，所以第一张。这叫黄韵玲啊？哎，不是，很稀啦，有一条叫做《我的小孩》，Oh my little baby。蓝色啤酒海啊、哦，有没有？有，完全没有印象了哎。所以基本上两个是迄落，我跟你结婚的状况。嘿啦，那安尼啦，这状况不明朗。所以重点是你学不起来，看我要白话。好，那我们下一题。这很容易听出来吗？很容易。应该可以猜得出来，如果再多一点提示的话。好，第二个提示。我干嘛还风格有改变？可能本来不是这样附点附点。给你们一个提示哈，刚刚那个旋律是这首曲子的第二句，然后它的调有被变形，它本来是大调。它有中间有变，它又出来了大调。这是没落地啊！我知啊，转一个调性啊。较长的，那我无多给你较长的，无教堂袂使，无教堂找庙嘛，没有教堂找庙。
来，第三个提示，好来，在这个听不出来，我无多啦。好。知呀、啊，有答案了、啊啊，公布答案，望尘风，因为他变那个得滴滴嘞，得嘞滴嘞，我唔知啦。你安尼是可能又规条人嘛，又不太对，一招变调。就好像那个开车时候喇叭我，那就叭，我就叭。他这个下一线，我是叫你。欢迎各位朋友参观我的节目哈。今天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万声乐团的李哲毅老师，还有碰过来参加我们这一集的节目。我们两个都是这一次音乐会有主持呢。对，你主持完了吗？我们合作都对，我们万声乐团成立到现在，碰哥已经跟我们有很多的合作。好，今麦将来了。2023年的新乐季，我们第一场其实是江老师来跟我们。对对对对，我是做开季的呢。碰哥是我们下半年的开季。嗯，好，立马就重要哎。两位开季。那老师今年的整个主题，你们是大概是怎么样子分配？还有曲目怎么选择？是我们从3月到12月总共有10套曲目。对，所以其实刚刚我们猜歌的过程中，从第一题到第10题，刚好就是我们每一场音乐会里面的一首曲子。哦，很用心耶、哦、所以我们答的不怎么样，但是真的很巧思很多呢。不是，是你答的不怎么样，不是我们。等于说每一场都有它不同的主题，对，然后里面都有不同风格的曲目。对对啊，刚刚听到的音乐，其实你会发现它其实差蛮多的。对，很多变化，不同的年代，然后不同的、对不同的主题这样。对对对，这也是万声乐团特殊的地方。我们进去听，你听到你熟悉的旋律，那行歌那不行不行，台下就跟着哼唱去。因为音乐会当时啊，我随时拢有咧，随时拢有，大家会记，所以购票专线在这。真正卡会通，对，这个真正卡会通。闽南哦，汉朝有好无？别惊吼，惊惊惊，惊到老母。你怕袂赢啦，我跟你讲。Turkish match。而且为了些普洱茶进行。不是普洱茶。抓仔，今天这一集我。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一起来投稿吧。